随着砖头老大人的人口增加，需要更多照顾。草屯林中关社区马来设立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或者在平常时一个人踮厝的阿公阿嬷，会当透过无同款的课程甲共餐的方式，大家做过交流，嘛伫大家互相关怀照顾之下，互社区会当更加发展。见面啦！草屯镇中原社区来展开着照顾关怀据点的行动，有志工朋友帮阿公阿嬷扭血压，毛专业老师教大家做运动，成功起步较慢，不过有真侪人支持，大家互相来照顾关怀。刚开始我们做的也是很辛苦，都没有钱可以用，也是靠社靠我们中原社区这些啊，农民啊吼，有菜啦，他们就会送菜来啦。对着老师为初步运动开始做，不到半年时间，时段发现身体更健康。上届欢喜的是有人斗阵讲话，斗阵食饭靠伴，也加足爽，样清爽，啊，佫佫头皮真嫩，啊，老师佫真认真教，哎，头脑吼，佮安尼佮较清彩。一只咯，算有伴，啊，帮讲帮讲啊，都大帮讨论啥话啊。猛讲安尼，算头脑较转变，较袂直直落去啦。一系列下来，所以会有肢体化啊。有时间，我们还会做一个蝴蝶的折纸方面的，这样会让他们觉得说，除了说动态之外呢，有静态的可以带回去，可以做给家人看呐、啊，还有自己做一个留念。接着阿公阿妈为少年开始来做事，后来是说到外口吃头路，渐渐变成着侪人伫咧厝。现在社区成立着照顾关怀据点。安排着无同款的课程，各煮饭回家，生活更加趣味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外面工作嘛，啊，然后看这些长辈在家里拢是把那些菜啊，那腾嘞来吃，觉得说没有什么营养。办这个活动是让他们说来这边，大家凝聚力在一起聊天。做活动，成功成立的时间无介长，阿公阿妈参与进行社交踊跃，每班至少六十多人，或者在社区给了真侪活力，那将继续推动，带着许多人来做着挂些唔捌接触过事物，会使真快乐。记者吴新，差不多。